我叫悠悠我嚟 interview 噶，快啲啦！佢哋等咗好耐啦。Sorry， 遲到咗 ，sorry。哇！你而家咁鬼遲噶，我介紹你先，呢個就係七星娛樂有限公司嘅李老闆，隔離嗰個咧音樂總監阿租，呢個咧就係我侄女瑤瑤。唔緊要，我聽三叔講咧，你唱歌都幾好聽嘅。不過咧，一陣間先唱我聽啦，我想你先自我介紹。哦，好啊好啊。咦 ？Sorry， 瑤瑤手機咧？算啦算啦，做住嘢先。我是唐希瑶，我英文名叫悠悠，我是潮汕人嚟嘅，我今年四月份先至嚟香港。其实我的梦想是想做一个出色的歌手。我呢个决定咧，虽然爹哋妈咪都唔系好中意，不过因为家姐同埋细佬咧都好叻，做到晒佢哋嘅要求，所以咧佢哋都冇点逼我啦，仲俾翻自由我添，俾我嚟香港。啊，咁你有冇学过啲嘢同音乐有关噶？我冇点学过音乐，又唔识跳舞喎。廣東話又講得唔係好好，咁啊，咁你識啲咩啊？我以前學過服裝設計同埋珠寶設計，但唔知道有冇用咧。不過有一樣嘢好中意，就係唱歌。以前我喺讀大學嗰陣時咧，啲同學都會嗌我去表演嘅。如果李生可以俾我機會我，我一定會做好佢嘅。Anson， 你自己去設計部，你知去邊噶啦？嗯，知啊。有份嘢俾你。啊，不過唔好咁大聲哦，細聲啲啊，因為試緊鏡啊。幾靚噶，不過你咁窄都好難識到佢噶啦。我聽我妹妹講，瑤瑤係好捱得嘅，為咗慳少少錢，唔想交租，瞓喺地下都得，乜嘢家務都做。有時啊，連食飯都計得好盡，就啱時間食下午茶餐當晚餐，咁樣又可以慳多少少。三叔唔好講啦，怕唔怕？我听你三叔讲咧，你爸爸妈妈咧已经退休系咪啊？生活都可以嘅。系，佢哋每个月都会寄钱俾我嘅。不过我觉得，既然已经自己决定出嚟啦，我就觉得要自己努力翻咯，咁先有意义啊嘛。你想唱咩歌啊？你唱咩歌得？阿租咧就我哋音乐嘅总监嚟嘅，爱好咧就快枪手，基本上咧咩歌都识嘅。诶，我知阿租咧作曲咧快而准，产量又多又广，唔好谂埋一边啊。你感动的眼睛，我沉默的声音，仿佛就是最好的证明。就让我再说一次 I love you， 呜呜呜 forever love， forever love， 我
只想用我这一辈子去爱你，从今以后你会是所有幸福的理由。不好意思啊，电话响下。喂，系有咩事啊？哦，搞唔掂，好啊，我而家我过嚟揾你啊。吓 ，OK， 拜拜。李老板啊，因为有啲急事啊，我而家走先啊。见到靓女啫，唔使咁紧张喎。淡定。冷静啲，望真啲，我都几靓仔啊，同佢几衬啊，系咪？俾啲信心自己。Ready。Yoyo 啊，你今天的表演呢，本来都想叫你先参加比赛的。不過聽完你唱歌之後呢，咁我同我老闆決定咗呢，Yoyo 唔使咁嘅樣嘅，你聽我講先。頭先老闆同我講，覺得你呢有啲潛力，同埋呢應該將來呢會受呢個宅男歡迎嘅，俾啲決心，一定有機會嘅。真㗎？真㗎，你過嚟啊。老闆決定咗，你將會成為我哋歌唱比賽嘅表演嘉賓。真噶，多谢晒，多谢晒！七星娱乐全港歌唱比赛2016，星芒初老。不过你要进步先得，首先要释放开自己，接受我的训练。知道知道，我一定会珍惜呢一次嘅机会嘅。好啦，我而家带你走啦。星芒初老。